一下啊，还好。对啊，还好吗？眼眶都是湿湿的。目前还是有婚姻关系，不急嘛，我们先把重要事情先做完。真的要过的？有聊过，有聊过，这样对彼此比较好。我们没有吵架啊，我们也没有摔东西啊，我们很 peace， 就是一直互相了解，更了解对方，了解彼此啊，就是需要的是什么。现况我需要的是，我需要什么？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要好好做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彼此不适合，是我比较喜欢一个人自由。对，我就发现我真的不适合结婚，我真的是渣男，我真的很渣。我要诚实说。之后还是会继续跟这金钱合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所以我们就算真的要离婚，我们还是很好的工作伙伴，我还是很信任他。他有事情，我还是会帮他解决，因为我们共患难过啊。我们现在感情也很好啊，还是互相扶持，还是一起工作啊。对啊，没有人看到就可以接吻了，有点像偷情的感觉。这离婚是跟有第三者有关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只是我对自己更了解了。两个女生为你争风吃醋，这样不错啊。哎，有女生为我们争风吃醋是很 rock 的行为吧？要觉得荣幸，先觉得荣幸，再觉得 rock。对啊，这个是有顺序。耶。那你会觉得他们这样有点浪费社会资源？有一点哎。对啊，没必要了。大家比较想看大 S 跟酷龙。会不会有可能工作忙完以后，又可能又想一想说，还是不要离婚好？不一定，因为对啊，就先这样，反正我们还没去办。我一直都是顺其自然，整个人相处是不能强求的。那你会后悔认识阿狗吗？不会啊。但是有哭吗？有哎，我有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要吵我，我不想哭着跟你。喂，你不要讲出来好不好？一定多少会难过吧？怎么可能不难过？我有血有泪。你会觉得你们离婚的关系是因为齐景月吗？某部分，那这件事情虽然让我们更看清楚，说他是不是更想要自由？对，确实某部分，我自己啊，我不会觉得这是件坏事啊。应该是说我们一直私底下吵架，我们讲这个应该讲了十几二十次都有了。那我们真的算分局了。对啊。他们说，那我们还可以做床上运动吗？我说看感觉啊，看心情啊。看心情。